来，你也尝尝。自己不吃，让老百姓炒菜吃，是吧？啊，就这样的人就应该枪毙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咋这么缺德呢？真缺德！这是给大饭店用的，我们不出去腐败，吃不着。你这还算为民除害了，是吧？带走。这什么呀？这是这么大个鸡爪子？这个是人手吗？不会吧！本市市中心某小吃街在打四黑除四害活动中查获地沟油制贩人员，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担忧，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。亮了，现在连夜对赵三实施抓捕，动手的时候要注意周围居民区人多眼杂，他现在身上起码得有三条人命，还不能确定其他嫌疑人已经归案，所以要稳准狠。是，李队，搜查的时候跟我仔细一点，大家注意安全，出发。是。是，宝宝啊，我刚刚在审坏蛋呢，不方便接电话吗？哎，你别生气嘛。喂，宝宝，叫咱们谁宝宝？局长，小吃街有案子了，副市长亲自督办。林涛，我告诉你啊，上点心。是。我是秦明。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了辆泔水车，车上面全部都是地沟油。死了几个？目前还不清楚。什么叫不清楚？只是接到上级指示，开展打四黑除四害运动。需要法医帮你们鉴别地沟油吗？嗨，快走！来让一下，法医来了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法医过来。哎，你打击地沟油还需要你们法医来吗？哎哎哎，请抬一抬，请抬一抬。撒个嘴你们。哎，别别别，别办。这位是法医科的秦科长。秦科长您好，早就听说您了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现场什么情况？这样吧，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是人手还是鸡爪子呢。没分清楚，把我们喊过来干嘛？要是谁都能分清楚的话，还要法医干什么？您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指甲脱落的痕迹？如果说是人手的话，好像细了点，小了点；说是鸡爪吧，好像又大了一点。如果是女人的手的话，经过油炸之后，完全可能挛缩到这样的大小。挛缩？油炸？你是说杀人烹尸？林队长，看来今天晚上我们都睡不了觉了。如果真的是油炸手指，那性质会不会太恶劣一点？做 DNA 检验吗？我们只有48个小时，你为什么要花6个小时等 DNA 检验报告？但是这个东西这么小又不好固定，做软组织分离是不是不太方便啊？这的确是人的手指，这都能看出来。这是法医人类学的范畴，指骨是人类拥有的比较有特殊性形态的骨骼之一。人在演化的过程中，指骨的骨体变得较短，但是为了手指能更加灵活，关节面变得比较大。从形态上看，这就是典型的人类指骨。确定是人手了，让兄弟们都过来，我们要对这些桶里的残渣进行全面的检查。是，我还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医，他能准确分辨食物残渣和尸块的区别。那个新来的在哪？明天早上过来。让他现在过来，20分钟之后我要见到他。
接手诊确实被油炸过，软组织严重脱水，所以才会挛缩得这么厉害，看上去这么小，切面整齐，有可能是被菜刀砍的。如果是用菜刀的话，那切尸体的人力气非常的大。你怎么看小孩的？多危险呢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抱歉抱歉。你家人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姐姐好不好？知道。好吧。哎哎哎哎，行行行行，这些泔水是在什么地方收的？就是在这儿收的。通知刑警队，全员出动，对小吃街的商户进行排查。是，林队。同志，你好，这个孩子走失了，麻烦找一下他的家长。行，交给我处理了。我要听叔叔话，再见。哎，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。龙芬市刑警大队法医科李大宝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那姑娘，案发现场你别往里走。我是警察，我是法医，急事呢。哎，小姑娘，这里头办案的别往里头挤。我找一下秦科长。你谁啊？我是痕检科的李大宝。大宝不是男的吗？那个赵大宝他调走了，我是李大宝。让他进来吧。谢谢。秦明，这就是新来那个法医。秦科长，我是新调来的李大宝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迟到。一个人可以什么都做不好，那也是能力问题，迟到了就是态度问题。哦，对不起，但是不用解释，连人都做不好怎么做法医？你不是说是个男的吗？我也以为是个男的，但确实就是一个姑娘。今天这活女的做不了。齐明老师，我想问有什么活是男的能做但女的做不了？哥们儿，递个勺，谢谢。你看看吧，应该有。那个迟到的，你要是不行，可以边上歇着，或者回家歇着。谢谢，不用。女孩确实不适合干法医，秦明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所有这些尸块都是在一号桶和十三号桶发现的，说明尸块抛弃的很集中。在小吃街发现尸块，围观群众还这么多，48小时要是不破案，真就要引起社会恐慌了。还有2个小时天就亮了，这2个小时之内，我们法医部门会负责做出 DNA 的图谱。以及初步的尸体复原。行，还是老规矩，你问死的，我审活的。郑主任，秦科长，到底什么案子这么紧急？全是油炸的，能做出来吗？油炸的，这个不太好做，我试试吧。要快。哎，这是谁呀？怎么没见过？迟到的，郑大姐您好，我是新调来的法医李大宝。哦，小姑娘可真漂亮，不过跟着她呀，可有的苦受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什么味儿啊？你这身上，应该是垃圾桶和地沟油的味儿。哎，赶紧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去。没事，不用了。迟到了，来不来？来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。
郑主任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我的防护服呢？在哪？在哪？现在需要做些什么？我要把已经被炸熟了的组织剥离开，尽量分离出还没有被破坏的表皮或真皮组织。根据肌肉纤维的粗细跟走向，分析出每个尸块属于身体的哪个部位。秦科长，就是现在我们有的这些尸块，只有臀部和四肢的缺少躯干部位。送去给 DNA 部门做检测。哦。有什么话直说。我想说，凶手把这些尸块切得特别的小，有可能是他炸尸的工具不大，或者说他抛尸的地点不允许他切割的太大。比如说下水道。嗯。晚些时候我们再去做一次打捞。可是那些桶里我们都已经打捞得很干净了，不可能再捞出尸块了。闻一下这是什么？哦，便便。是粪便。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偶然现象，后来发现几乎所有的尸块上都沾染了粪便，并且这些尸块都是从1号桶和13号桶打捞的。所以我打捞的那个桶很臭，但是就没有便便，所以也没捞到尸块。地沟油的制作方式有两种，其一就是从餐厅和小吃街收集厨余垃圾，第二就是在下水道提取油脂漂浮物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听明白了。
也就是说，民警截获泔水车的时候是在小吃街，不代表这些泔水都是在小吃街回收的，有可能装尸块的这几个桶是在下水道里打捞的。也就是说，卖地沟油的小贩说了谎。这真的是口水油，不是地沟油。口水油里能捞出屎来？你当我傻呢？我警告你，你少跟我扯谎啊！这如果是地沟油的案子，你缺德遭报应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到了我们刑警这里，这就是命案，懂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这些东西到底是在哪儿捞的？在小吃街后边，丽华小区东边马路上的下水道里抽的。混蛋！这真的是口水油，不是地沟油。我先下。哎，你等我啊！去把箱子拿来。杀人毁尸抛下水道，够变态的。小心点。哎呦喂！嚯！开始吧。看见吗？哎！尸体切得这么碎。得找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要不我们再找些人吧。不用，就找骨盆。人类的骨盆是由骶骨跟双侧髂骨构成的，这三块都是人身上最坚硬的骨骼。想把骨盆切得很碎，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而且，对于法医来说，骨盆也是最有价值的。雨果说过。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，文明社会中一切卑鄙丑恶的东西一旦用不到了，就会扔到下水道。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录了，最后记下来。大爷说话吗？喂，那就好。什么？老鼠？没事了。其实我胆子挺大的，就是怕老鼠。不止吧。哎，我说你胆子这么大，哎，小姑娘，那我以后就叫你宝哥或者宝爷吧。可以呀。老鼠。我们先走这边吧，你先看看这个门怎么打开。可是我鼻子告诉我，尸臭是从这边飘出来的。这么生锈了，所以打不开。哎，这真的是这边。
在这边。人呢？是闻出来，你鼻子这么厉害呢？不行啊，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从形状跟重量上看，应该是女性的骨盆。胫骨，但是作为女性的股骨和胫骨有点忒长了吧？这女的是个大长腿，有可能是你腿短。我腿本来就短。记下来，告他。鼻子不错。哦，我除了鼻孔大点，但高度都是真的。不过要是鼻尖再窄点就更好了。我说的是嗅觉。哦，这是天生的，我从小就这样。不是，你鼻子这么好，对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对生活能有什么影响？我上厕所要塞鼻孔，否则会晕倒。这好像不是嗅觉的问题，这是消化系统的问题了。嗅觉发达，人形，警犬，不错。既然你鼻子这么好，那闻闻你们秦科长，他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呀？我不敢闻，反正也没什么人味儿。现在呢，每一块骨头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了，但是，直接说你的分析。我已经计算过了，现在右侧股骨的长度是47.4厘米，按照股骨推算身高的回归方程来看的话，21到30岁之间的女性 ，y 等于643.62加230 x 正负34.87来计算，这个女人的身高应该在1.75米。我说错了吗？方程倒是没错，但你不觉得哪里奇怪吗？确实很奇怪，这个女人的腿太长了，真的不是我腿短，要不然就是她身材太好了。总之，你先把以下信息告诉林涛，否则的话，刑警不掌握尸源，没办法开始工作。从腐烂程度上来看，死亡时间不超过1周，骨盆很重，下水道的水流流速不快，所以抛尸地点不会太远。让他排查我们发现尸块的下水道附近，看看有没有符合条件的生存口。好。
那一会儿我的工作是什么？出去。好。为什么？你的呼吸打扰到我工作了，一个小时之后回来。48小时要破的无头案，现在还有不到28个小时。哎，线索一共就这么多，我们连受害者是谁都不知道。哎，你说我的呼吸声重吗？有打扰到你吗？有一点点。哎呀，秦明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习惯习惯就好了。林队。按照你说的，我们现在调查丽华小区所有的失踪人口，别说是失踪人口了，就是整个小区也没有身高1.75米以上的女性。死者会不会是外来人口？这个也查过了，也没有。不过有个25岁左右的年轻妇女叫连倩倩，她每天下午都会和小区的老太太嗑瓜子聊天，不过最近2周没有出现过。家庭主妇，那她丈夫是做什么的？丈夫是国际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。餐饮，油炸的，这中间会不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？而且她丈夫2周前已经辞职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你们查的这个连倩倩身高有多高？1.6米左右吧。那差的也太远了吧？虽然现在尸骨不全，没有办法准确测量，不过从法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她的股骨这么长，不可能只有1米。不用问，肯定一无所获，因为我们根本方向都错了。过来。这是我刚刚煮出来的女性耻骨联合，背侧缘明显，说明死者年龄在25岁以上。耻骨联合部的隆起痕迹没有完全消失，说明死者年龄在27岁以下。骨盆的重量我刚刚测量过，有198克，这在女性当中都算是非常轻的，说明死者身材矮小。可是这节胫骨的重量有203克。203克，这是成年男性的胫骨重量。会不会死者的身材比例本来就不协调？我们来看一下两块骨骼在显微镜下的成像。这是盆骨表面，骨表面光滑。下一张。这是胫骨表面，男性因为肌肉发达，肌肉经常会对骨骼造成挤压或者牵拉，造成骨表面粗糙。从成像上看，这很明显是一节成年男性的胫骨。听明白了。哎，秦科长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里的尸块来自于一男一女两个人。两个人。连倩倩、夏红，走，去连倩倩家看一下。是。血腥味儿，就是这儿。注意保护现场。这里是高层，所以这应该是现场唯一的出入口。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不排除连倩倩老公夏红作案的可能性。凶手可能还在里面。物业，开锁。
从墙上的喷射痕迹来看，这里不应该是案发的第一现场，应该是熟人作案，进门后拿利器捅向受害者。不对，墙上两侧的红棕色斑点并不是溅射血迹，而是阴血。苍蝇吃了尸体之后，沿着血迹在墙上、屋顶上到处乱飞，把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。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，灯泡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因为灯泡很烫，苍蝇根本不敢靠近。这里除了拖擦的血迹以外，还有一些滴落状的吸湿后血迹。吸湿过的血迹，这里您看，就是指不是从血管里直接流出来的血，是血液和水混合之后粘附在物体上，又随着物体的移动滴落下来。你做过痕检？做过。带向厨房。你应该去厨房看看，还有更精彩的。所以确定了，不只是一具尸体了。你快去找找有什么别的，我叫刘子成。大概是。重点部位都排查过了，都发现了明显的纱布手套纹，说明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完成了杀人、分尸并且油炸的过程。这说明那块腿骨很可能就是夏红。一个丈夫在自己家杀妻子，有必要戴手套吗？有道理。还有这里，这里的血迹深浅不一，在这些深色的拖擦型痕迹旁边，通过多波段的照射，可以发现一些浅淡的拖擦型痕迹。血液的深浅反映的是它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长度，时间越长颜色也就越深，有的时候第一次勘察的现场血液是红色的，过一周再复勘就变成黑色。如果深浅不一的话，说明凶手可能多次进入过这个现场，他可能有钥匙。那什么样的凶手会有他们家的钥匙并且反复进行油炸？浅淡的血迹通往了卧室。小小的案子犯了这么多，这种风格还真是第一次见。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了吗？交上去了。好的，回头有什么反应？从泔水桶里发现油炸手指，到发现被害人，发现凶手的指纹，我们才用了20多个小时。确实已经够快的了，大家辛苦了。行，可是现在我们还是无法确认凶手到底是谁。我们只有18个小时了。报告 ，DNA 检查结果出来了。那些胫骨是夏红的吗？是的，而且跟死者家中指纹做过对比后发现，死者胸部的指纹不属于两名死者的。电话确认过了，我们从死者的口袋里分别发现他们各自的钥匙，也就是说。凶手并不是从他们身上获取的钥匙，这说明凶手可能本来就有他们家的钥匙。尸块都被抛弃在小区附近的下水道口，说明凶手很可能没有交通工具。那会是什么人？难不成是他们俩中谁的姘头？不会。据我们的了解，连倩倩本来是酒店的服务员，因为长相出众，很快被酒店的经理夏红看中。两个人结婚了之后如胶似漆，基本上天天黏在一块儿，连出去买个菜都出双入对的。基本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仇杀？毕竟现场的情况实在太残忍了。
也不会，两个人结婚之后，连倩倩就做了家庭主妇，基本上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。而夏红呢，胆子又小，脾气又好，就是典型的合适了。他们俩身边的朋友加起来就那么几个，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指纹的比对，并不是他们。连队，局长，连队，我们在现场发现连倩倩的记账本，还有日记本，还有现场的尸块已经全部带回来了。嗯，好，东西都齐了，马上开始工作吧。死人的事交给我。迟到的，迟到的。嗯。过来帮忙做记录。两位死者的致命伤都找到了，女性死者的颅骨上有一个巨大的空洞，穿孔性骨折，应该是一个钝器的重击导致的，而男性死者的顶骨上也有一个圆形的凹陷性骨折，这证明两者死于同一种致伤工具，只是男性的颅骨比较厚，所以造成的损伤也比较轻。同一种致伤工具，两名死者都一样，颅骨骨折边缘的痕迹微绿且清晰，如果让我分析的话，有可能是圆形的大锤子。你看会不会是这种？有数据吗？我查一下啊。重十八磅，拆墙和凿下水道口用，直径十公分。跟死者伤口的形状一致。可是谁杀人会拿个大锤子招摇过市？直径这么大的锤子一般是不会家用的，不过装修工人可能会用。装修工人，你们看，这其他的都是一些日常的开销，但是这一天，连倩倩找人修了下水管道，这就对了，因为装修工人需要上门，所以他家门锁才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可是这么多装修工人，我们从哪里开始找？我知道了。去哪儿啊？现场。我们家找装修工人的时候都会看楼梯里的小广告，所以我们只要排查一下他家附近的小广告，就大概能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嗯。我去，这么多小广告，我们从哪开始入手啊？而且连倩倩的账本上写的是她两周前通过下水道，被杀可是一周之前啊。那会不会凶手确实两周前去过她家，通过下水道，然后配了钥匙呢？这样她一周之后就算拿着大锤子再回来行凶，也不会有人怀疑。有道理，那就查查这些广告吧。这是林队长的工作。加油！这么多，这要查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哎，你好啊，请问一下李大狗家在哪？李大狗就是门口有小推车那家。嗯，对。不像有你的，这些内衣应该都是偷来的。这个人是个心理变态。这孙子还真会配钥匙啊！
有血染痕迹，这很有可能就是连倩倩的内衣，送去鉴定科。林队，有掌纹，拍照传回去做比对。快。是。大狗，站住！站住！停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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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好！起来！带他们都试试！我看着。哎，我说你刚才怎么不开枪啊？啊，我贱命一条不值钱。不是，行啊，你们警察，你们警察也不都是饭桶啊？你说我都把尸体造成那样了，你们怎么还能查到我头上来啊？说说吧，连倩倩怎么得罪你了？我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得罪啊？我们不熟。要怪就怪他太不小心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还有多长时间才能修好呀？我这刚给您看了，一会儿就能修好，没什么大问题。啊，那麻烦你了。老公，刚才洗澡的时候水管坏了，现在正找人过来修呢。我干装修之前就是配钥匙的，所以刚才看我们家的锁，我就知道被人开过。所以为什么不逃？杀了人还这么坦荡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警察大人，我没想着要杀人，我就是想要偷他一件内衣而已啊。动手之前，我观察了一个礼拜，我知道每天下午5点下了班，他的男人会跟着他去一块买菜。那天我正好在楼下砸墙，我一看5点了，然后就拎着大锤出去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偏偏那天他在家。后面的事儿还需要我说吗？为什么要诈尸？看见那些雪白的肉放进油锅里炸成金黄色，多性感。4月4日，晴，买菜45元，买早早运势纸18元，打车16元，共计支出79元。老公，等你睡醒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
终于有宝宝了。还有啊，今天我一个人去买的菜，卖菜的阿姨问我为什么你没来，我说你病了。第一次看见你生病的样子，才知道原来你也有这么脆弱的时候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你照顾好的。一会儿我要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焦溜丸子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宝宝也不想看见爸爸生病，对不对？我市警方通报915重大入室杀人案件，48小时圆满告破，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被捉拿归案，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。小吃街碎尸案48小时告破，缘起内衣诱惑，一时疏忽引狼入室，家中维修，三口之家命丧黄泉，警方宣布已破案，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认不讳。